这种家规有点怪，孩子造反真有理。我们家的家规就是，比如说你去上厕所要讲一下，我要去装个水，我可能要讲一下。从小到大，那大家就是聚在一起洗澡。那怎么洗啊？我就是互相搓背吧，然后在同一个空间睡觉。我老是觉得我们家才是正常。我女儿是正值这个青春期嘛，她反而比我们还习惯。周一到周四晚上9点钟，爸妈囧很大。